得未？信啲未？睇得快未？嚟啦！佢杀咗佢，杀咗背叛者。我冇罪啊！嚟啦！发梦啊，要记翻起之前啊，究竟系发生咗咩事啊？嚟啦！哇，咁多，好多卒啊！北斗八裂拳，哇！射唔射得冧？好，搞掂啦，系嘛？啲卒多啲礼物啲手，好痛啊，师傅！啱啱呢句系边个讲啊？啱啱话格古达，做乜佢哋成日叫住？呢个系佢哋嘅口头禅嚟。格古达，啱啱话边个话好痛啊？师傅，呢个系边个？边个出自边个讲漫？好似好有印象。我净系话咩师傅救我啊！我净系记得嗰一格。嗰阵时我觉得讲漫其实好有创意啲剧情，你哋点睇？咩豪鬼同阿 Ken 系有路啊？嗰啲你有冇睇过街霸？呢一套劇集咧都系呢个故事啊，呢个游戏都好有嗰啲格斗漫画啊，嗰啲少年漫画嘅风格。未转到 easy， 我梗系未转啦。转紧 easy 难度，哇！一拳你睇下达叔啊，轻轻嘅变超级杀亚人啊！唉，望过去做咩事啊？成身点解周围都系红色嘅血？佢话个大王啊，俾人杀咗啊！佢话你系叛国者阿修罗，佢话唔系我做啊，皇帝啊，俾你弑君啊，背叛者燕仔阿修罗黐咗线啊！佢话审判佢，制裁佢，燕仔佢话收声啊！已经系全部俾佢杀晒啊！你见到阿修罗成身都系血。布去达，系啊，仲系好多人喎、啊。呢、這个乜水嚟啊？好啊，焰仔阿修罗已经被击倒啦，佢咁讲，电落去，耶、yeah, 咁样。No， 我爸爸，终于记起晒阿修罗啦。呢、這个就系阿修罗，呢、這个就系一个上回提叫。讲到阿修罗，终于你记起咗，原来啊，自己啊俾人啊个屈辱。他说他会拯救地球啊，杀你那个人啊，啊我说你现在是不是很满足啊？不满足啊，啊这个就是那些典型那些诱，即是那些引诱人的魔鬼，一定是这个蜘蛛，一定是那些不好的东西。他收爹，他说他说做什么事啊？我激怒了你吗？啊我讲事实而已，提回你这些东西。不是你，不是跟你说。唔系我系讲边个啊？诶、欸，有啲喊声啊！喊声啊！喺呢个世界啊，呢度应该咧冇可能听到任何嘢，除咗我把死人声。佢啊，收声啊！佢啊决定要离开，因为太吵啊，一路爬，搵猫仙人啊，上去饮翻杯超神水先，爬到咁快。有冇人觉得阿修罗好似识飞啊？之前唔系识飞嘅咩 ？HKBN 竟然唔叻啊！唔叻咪好？龟裂达 BCC 得叻，冇理由。上翻去啦，阿修罗终于都成手都系火。暴走嚟啊！哥哥，你好 CD 喎，嚟啦，上到嚟啊！佢话你嘅世界大地阶啊，佢话一万二千年啊，你知唔知啊？你瞓咗喺个地狱嗰度，走翻上嚟啊！而家上到嚟啦，而家第一时间应该点做？你觉得俾人啊？自己的女啊，老婆俾人啊杀晒啊！我话点啊？佢话你咁样就叫拯救地球啦！你睇下个地球已经经过一万二千年之后咧，由于达叔咧冇管治，
佢话呢个地方咧已经啊，成个地狱咁待续。S 喊出嚟得 A。好，下一关咩 ？B D C D Bomb 你好。嘟嘟嘟嘟嘟嘟，阿修罗。上集讲到啊，阿修罗啊，终于啊翻翻嚟地球啦。悟空啊，而家翻到嚟地球咧，发现啊地球一片混乱啊。佢话你知唔知啊？你以为点啊？佢系认识咗一只黑色嘅金色嘅蜘蛛。蜘蛛啊，同佢讲啊，呢个大地啊，已经啊同佢之前啊一万二千年啊，已经面目全非啊。阿修罗啊，非常之奇怪，点解系大地呢？佢话所谓拯救地球，究竟系咩一回事呢？点解地球啊，仲会更加纷乱过以前啊？阿修罗啊，呢一刻啊，无语问苍天啊！佢依家呢一刻啊，净系想啊揾啲人啊问清楚原因，点解世界会搞成咁，同埋自己嘅女去咗边呢？好，一个阿千啊，一万二千年之后啊，佢话可以变到啲变成啊，嗰个变化咧可以好大嘅。佢话你可以自己睇啊。阿修罗啊嬲啊 ，shut up， 收爹。好，一个长远嘅时候啦，一万二千年啊，阿修罗啊嚟到一个新嘅村庄，村庄入边嘅人啊非常之害怕佢啊，佢终于遇翻啦以前嗰啲坏人。阿修罗面对住咁多嘅敌人咧，复活之后咧够唔够抽咧，就要睇下一集啦。澄清下鬼婆有咩关系？嚟啦，慢慢啊，行山上去，入到条村啊。Old friends, new enemies。见到啊，旧嘅朋友啊，新嘅敌人啊，阿修罗入到去。好多红色闪电啊！呢个地方啊，已经系有问题啊！啲人啊，开始好惊啊！怪兽又嚟啦，系嘛？呢个时候个个都应该企喺大叔后面啊，敲钟啊，空袭嚟啦，应该就系大叔啊，慢慢行，着翻件衫型好多啊！你睇，成个浪子咁样。对面啊，闩晒门啦，落闸啊，放狗，唔系以为我系坏人系嘛？个个人都匿埋晒喎，啲细路仔啊偷望，肯定系当我系怪兽啦，唔使咁讲啊，唔系喎，对面系咁撞，怪兽入嚟啊，哇，而家呢个正义嘅使者阿修罗咧，悟空咧又要出嚟咧拯救呢个世人，我哋行埋一二边，一万二千年啊，乜都冇变过啊！但系阿修罗已经冇个眼珠啊，你见到？打翻啲星星啊！终于开始呢个战争啦！怪叔叔，有眼无珠，用霸气。知唔知点解佢有眼无珠？但他之前信錯了那些自己有的，以為那些是好人的。來啦，一夜揈過去，靚啊，慢慢殺曬他。大叔你幾叻？一叻啱啱開始玩，這個 game 好像沒有 level 啊。好，是不是有 boss 來到了？通常這些都是這樣啊，大佬來了，有隻戰艦啊，應該哇！啲人啊當佢神咁拜喎，話咩事啊？
放嗰啲咩嚟？哇！一嘢怼落啲村民度，空袭啊！成扎人出咗嚟，破坏破坏，佢话灭啊，灭杀你！啲卒仔，佢话多啲嚟密啲手啊！佢话见翻啦，终于见翻以前嗰啲啊！嚟啊！呢个大佬啊，系嘛？你啊话是人啊啊！佢话终于啊，佢话呢个二五仔，佢咁讲。阿修罗，佢话而家一定要再次啊判你死刑嘅。呢个时候，达叔如果系我系嗰个人，我就会讲一句：条命你攞到咪攞咯，啊，系嘛？呢个配合翻嗰个角色。达哥以潜水，潜咩水？嚟啊！快啲啊！准备爆气啊！嚟啊！旋风手。捉起条友好头痛啊！一拳就升起上去添，跪势啊！全部臭气你一拳打落去黐埋墙，拗耳啊！系啊，执你埋墙，哇！间屋咁都唔烂啊，啱啱啲石头都爆晒，已经啊轻轻松松嘅又解决咗啲大佬啦。而家跑去打个战舰啊！生日啊 ，Dennis， 生日快乐！阿修罗升个仙啊，所以咧冇眼珠。阿修罗系嬲到眼火爆，你冇睇嗰啲漫画，通常都系咁啊，卡通片。呢、這个就系点啊？有个肥佬好满啊，唱肥啊！佢点啊？佢话抌啊空袭啊，炸死晒佢哋就得啦，连埋条村一齐炸佢啊！表示唔使你，阿修罗想讲粗口啊！佢话 what the？ 佢话哇，终于又好开心啊！见到个肥啊，又系一啲中手老级嘅人马，又要话不自量力啊！哇，一夜冇咗咁多血嘅，撞一下黐线啊！话笪落地啊，自己你睇下佢。一抽清你，哇哇，扣好多喎、啊，大佬，砸落嚟，哇，即刻避开先。打落去，连埋墙有嚟，顶翻你，哇！正蠢材想砸我，一脚兜落去。升上上去，哇，仲未得喎，又嚟啦！嚟啊，解决你，仲未完啊！咁鬼好打呢、啊、个大肥佬，你打去边度？佢唔够高嘛，我都唔想打去嗰度啊！嚟啊，一拳啊，打去黐埋墙。咁快啊！阿修罗咁啊，执到佢几锤啊！打得咁辛苦，哇！大佬啊，终于有个大佬，哇！一隻犀牛唱武将嚟啊！阿修罗咁冇敏，阿修罗，哇！俾人吸紧入去，啲村民啊，系咪就系死啊？哇！咁样俾张台砸死个村民。跟住灵魂啊，俾人吸走啊！哇，个点啊？呢个时候肥佬出现啊，金刚铁拳啊，成个超人打落去，解救啲灵魂。哇，原来自己吸翻啲灵魂走，争食嘅原来呢、這个就系所谓嘅嗰个正啊黑白两道咧，其实都系搵饭食嘅啊。个有排烂仔打啲黑社会啊！佢话所有嘅灵魂啊，唔可以落喺啲黑社会度啊，就归我所有。哇！即刻一拳就打爆咗只长毛象，咁鬼犀利。680 levels 1 level 啊！佢话啊，达叔系冇错，阿修罗。原来大哥开翻台，好嚟啦！终于有大佬打，今日啊已经冇嗰啲钉图啊。
寻日你成日见到嗰啲美女图啊，今日又变翻呢啲村民啊。佢话大佬啊，同我讲咗啊，你个二五仔一翻出嚟就俾你冇啖好食啊，已经等咗你好耐啦，报咗你，终于有机会亲手解决你。啊，我你真系蠢啊，都冇谂过你仲够胆翻转头，大佬放你生路啊！你边位啊？冇人识你啊，阿修罗啊咁话，唔好话俾我听你唔记得晒所有嘢啊，就唔知啊，啊？佢话点会你啊唔记得我大名啊？大名鼎鼎嘅 Y 神啊，神仙 B 啊，佢开眼啊，二五仔，擘大你对眼睇嘢啊，跪低喺我面前，忏悔。大王系嘛？冇错，哇，个嘴唇好厚啊呢、這个人啊，廿八座大王啊，净系咩啊？你呢个啊，神仙 B。我净系识打仗，要佢收声啊！即刻收唔收佢声？揿唔揿佢掣？可以揿圆圈打佢收。嚟啊！收声啊！讲太多嘢啊！冇人想听你讲嘅废噏啊！嚼你！口水多我茶，一系开拖啊！男人老狗，哇！仲喺度话佢秒嘴秒舌啊！佢啲胡须。好似硬邦邦咁样，佢啲回数好似铁又嚟啦，即刻开嚼。我啱啱有个先机打佢一锤，哇！对面啊，一个打一个滚地葫芦，打空气，打叔啊，即刻嚼你，你黐埋墙嚟啦！咁啊，三三一拳就打爆你个头，嚟啊！打边啊？喺呢度啊！企起身啊！哇！俾你阴中咗。哇！想啊，趁啊，达叔啊，瞓低啊，嚼达叔，但系达叔又再一拳啊，打佢升天之后连环锤。起身啦，又嚟，佢净系识啲招，就系瞓低起身个转一个圈，呃啊达叔一锤。里面点啊？想出火箭炮，达叔一拳啊，嚼开佢，火箭炮啊，一嘢执翻落去个口度。咪走啊，又嚟。太闷啊！你呢啲咁弱鸡嘅攻击啊，想怼又冇，哇！坐埋嚟，升你上去，哇！佢只声系咁重复啲招，太单调啦！攻击，准备啊，受死啊！好，出绝招啊！咦啊！一嘢执你个头，捽落地下，食屎啊！掉你出街啊！完，大叔兴趣，大女都完全唔系我皮。咩事？哇，仲未死喎，爬翻上嚟，好似嗰啲恐龙战队啊！你打赢咗一个细嘅，佢会变翻只 call 只大嘅嚟同你直抽啊嘛，系行翻呢个公式。五星战队啊，好多人睇五星战队咧，我记得嗰个叫咩道长啊，佢有一个叫嘉禾道长，佢啊，冇声出啊，啱啱冇威啊，系嘛？见到我大只咗啊，唔够抽啊，你唔知啊，我修炼咗一万二千年啊，已经啊今时啊唔同往日嘅啦，啊，你仲以为用翻旧嘅功力啊可以同我抽啊？啊，佢话你依家准备啊，多得你个女啊！啊！嫁俾咗好多力量我啊！你睇下牙齿，牙齿黑耳问佢啊，讲嘢又火啊！佢话我女，我女有咩力量俾到你啊？佢话你对佢做过啲咩啊？嗯，够胆啊，讲出嚟，问你啊，到底做过啲咩？佢话问过我拳头啊，我估佢下一句系啊。是啊，真的那个人吻过我拳头啊！S A A， 次次都是冇 S 嘅，点解？大哥画质可唔可以再低啲？
出咗奖杯啊，啱啱仲需唔需要再多话话真啊？啱啱出咗奖杯喎，你冇睇到咩？俾人打中冇得 S， 使唔使要等先？使唔使再教埋嗰个画质啊？定点啊？而家唔好，唔使啊！如果系咁，已经好低啦，系嘛？继续啦 ，HKBN 都顺嘛，大部分人都顺系嘛？咁继续啦。本身我都想拖咯一集，等佢吊你哋人啊，等星期日啊，第一个打大佬啊，继续啊。好，上集就讲到啊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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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回讲到唔懵啊，翻嚟地球噶啦啊，咁啊，于是啊，众位啊，魔王啊，非常啊之啊惊讶，佢话究竟系发生咩事啊？点解会上嚟啊？佢哋喺天界咧，不断喺度审议紧呢件事，哪边厢啊大首脑啊，呢个一定系大魔王啊，就话收声。佢话唔需要执着呢啲嘢，呢啲咁嘅废柴好快就会俾人啊治啊，俾人啊杀死噶啦！我哋又唔需要太理会啊，我哋最紧要管住我哋大业啊，凭住啊！佢话我哋啊冇错啊，我哋又唔需要啊太过惊慌啊，我哋个个啊有咁劲系嘛，总有一日啊可以解决佢。悟空啊，见到一个庞大化比达啊变咗猩猩啊，面对住庞大猩猩啊嗰个实力啊！悟空啊都要束手无策啊，唯有啊搏尽老命咧跳上去同佢对打。打边厢啊，佢回忆起自己嗰、那个女啊，究竟啊悟空啊有冇办法咧打赢嗰个变咗猩猩嘅比达咧？请看下回。呢度之前 trailer 玩过，系之后先至系只气肉嚟嘅，冇错。呢度的确系 trailer 玩过，嚟啦，唔蒙出嚟啦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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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唔蒙。佢话点啊？就系靠你个女啊！我先系咁劲啊，边有咁肥咁大只啊？我个女讲咩啊？我个女俾咩力量你啊？你讲多次啊！小心啲讲嘢啊！你做过啲乜嘢？同我讲你做过啲乜？佢话有本事你咪自己用你嘅拳头嚟问我，一夜拍埋去，点啊？再拍第二下，哇！拍个稀巴烂啊，真系跌到埋墙，即刻扇翻前，好。跑啊跑啊，翻去执佢两锤。我而家要点啊？射两，继续啊，又玩翻呢个射击模式啊！呢个我觉得最唔爽快，有啊，我呢个游戏我觉得做得最唔好就系呢一个射击模式。嚟啦，掟埋嚟，跳上去，太慢啦！继续啊，一路踩踩踩。一夜打上去，呢、這个天津饭都有试过，大家知唔知？继续啊，慢慢跳上去，比达冲到上顶啊，一夜俯冲落去，又嚟啦，执翻几锤你睇，哇，想搏射到我、啊、原来避得好啲先，嚟啦，有机会啦，还拖啦，咦、哦、好，避过一拳，再埋嚟打落隻眼度系咪啊？一拳啊，原来刮佢一巴，大镬啦！俾人啊捉到破绽，咁得唔够好定点啊？会咁样？哇！对面啊，唔系嘛？一个8月15又嚟啦，董卓笨啊！你话我屁股香嘛？哇！即刻无力啊！你啊，一个屁咁样放埋嚟，已经晕低，阿修罗已经变得丧失咗战斗力啊！一拳一拳啊，俾人折磨执落去地底。记起咗自己嘅女啊，搞我个女啊，感唔感觉到啊？啊，佢话佢啊就因为你嘅受苦啊，大家觉得点啊？就系咁喺度啰嗦，呢、這个时候要唔要打晕佢，叫佢收声啊？佢话收佢声啊！
人个女咁大胆就牙尖嘴你系嘛？一嘢出绝招啊！终于可以变超级杀那人系嘛？六隻手吊你上天啊！嚟啊！解王拳。头好痛系嘛 ？Get him， 终于啊拖马系嘛？哇，咁多支啊导弹啊射埋嚟，我系咪要打爆呢啲男啊？一拳啊，哇，将个导弹掉翻过去，最人世间最有霸气莫过于此，哇！哇！隔篱仲有卒哇！嚟啦，又再嚟执翻你个哇！呢友真系几癫啊！讲真，老老实实，如果下次有嗰啲俄罗斯或者打仗，大家都唔使惊，有佢咁样，你哋都可以学佢咁照板煮碗，将嗰啲导弹咧执翻落去。我真系未玩过，禁制收声真系好正。星矢 X 龙珠，终于啊可以打爆只男正系嘛？一拳勾落去，好一拳就打爆一只男，正中高登仔。一拳啊将一个战舰航空母舰就打爆佢啊！同嗰晚咧好似喎，一谂起嗰个超级无敌我爱你一样啊！一拳就打咩军刀杀拳，一打落去成部战舰飞出嚟咁样，嚟啦！冇事嗰啲对决咧一路跑啊，大家边个行错一步咧就会被对面一嘢斩死。哇！对面啊咁肥，仲可以跳嚟跳去，点解仲跑得快过我添啊？又嚟导弹啦，窒落去，掉翻落去你。继续啊，掉导弹嚟啊！未惊过，一嘢车翻埋去。佢系咁俾我中咗十几廿锤嘅咋，一拳啊都照唔到，车翻转头，仲未冧低啊！佢怕唔怕我哋会唔会跑到世界尽头再咁样跑落去？系啦，有得出绝招啊！大家都跳起啊！不朽之拳最后嗰下就系咁啊！大家出飞脚，拍落去，拍我，以为拍到我啊嘛！执起你只手指，一嘢掉落去，掉上天啊！佢系点啊？出绝招系嘛？大家一齐一拳啊！我都嚟啊！呀！一嘢打落去。哇！斗禁斗波啊！啲龙珠啊！啲一拳哇，嚼开咗只手，一拳打穿佢个肚，好似大魔王咁样啊！打穿佢个肚啊！死肥仔，穿落去！哇！好不雅啊！啱啱睇落去嗰个画面睇落去，哎呀！郑嘉颖一拳啊，将佢咸蛋超人啊！将嗰啲怪兽啊，每集都系咁嘅，要将啲怪兽咧拱翻宇宙，费事啊沾污个地球。终于解决啦嘛？未喎，佢仲感觉到气，因为佢仲望住嗰个上面。好皮啊，肥佬啊，食个橡胶果实。佢你以为一个猴子啊，你个马骝，我打赢个比达星嘅贵族咩？佢话睇住啊，我而家要俾你见识下杀那人啊！高贵杀亚人王子嘅真正嘅厉害，嚟啊！启动啊！要变超级杀亚人啊！唔好加古洛，你睇住啊！真正嘅实力啊！变成点啊？我都想知道。哇！变成一个地球咁巨大啊！哇！佢话我系 Y 神啊，神仙 B 亚巴佐大王格古洛，佢话你呢个人类以为咁样可以打赢我，你真系太无知。系啊，准备啊，格古洛受死啊！
好，嚟啊，佛啊，如来佛祖，点啊？阿修罗，你个叛逆者！二五仔，你唔属于呢个地方啊！就表示点啊？一夜怼落去啊！死！一只手指要捽死佢啊！哇，好慢啊！佢一只手，慢慢啦！哇，笃落个地球度，咁样笃都烂啊！大佬，你咁大只，笃波咁笃啊！阿修罗要点处理？抌技先，执行啊嘛！睇下阿修罗点做，嚟啊！压埋嚟啦！两只手，哇，六只手托住，一只手指想捽死我，冇咁易。哇，你睇下！真正的世界佢都督得幾準啊，講真的。地球咁大佢可以咁樣啱啱好督正個位置，好似非洲嗰個位睇落去。阿修羅又要睇下個女啊，回憶一下先，諗返你好多嘢俾人屈二五仔，唔係我又俾人屈，最憎俾人屈啊。佢話咩拯救地球啊。啊，满腔嘅仁义道德啊，諗起就火啊。阿修羅表示啊，仲要最後俾人電到。啊！五雷轰顶，俾人一夜轰落去，自己老婆啊俾人怼冧，个女啊俾人捉咗，啊俾人啊禁锢，火即刻起翻起身啊！金二嚟啊！一只手指啊点啊？咁大只，我而家终于记起所有嘢啊！起班啊衰人，好。诶、欸，佢话发生咩事啊？北斗之拳，北斗百裂拳，呀！天马流星拳，哇！自己嘅手已经打到自己都碎埋，呀！最后一只手，仲有草气，元气弹系嘛？一拳将你升天。雷奥啊，最后嗰拳啊，呢下系，终于系我赢，刹那人系最强。你已经死了，我、哦、爆炸啦！下次再见啦，呢、这个怪物。哇！地球啊，争啲爆炸，全因为我先至挽救咗地球，幸免于难啊！有冇睇嗰啲《天煞地球反击战》咁嘅款啊？几有霸气！你睇下我的拳头怼上天，哼！已经冧低咗。佢话你喺度做咩啊？阿修罗呢把声，佢话你唔系唔记得咗。啊！你知唔知道你究竟想要啲咩？佢话你已经啊跌过落地狱一次噶啦，有只脚入咗嚟，我都估到啊！你真系一个蠢材，冇药可救嘅蠢材。佢话下次唔好再翻上嚟啦。佢话梗系乖乖地瞓觉，即系意思我死啊嘛，冇可能。即刻起翻身，冇咁易死。人哋啊冇咗只啊手指啊死，呢度先系 boss。S，S，Yes， 终于攞到 S 级啦！好，又嚟啦！哇，成扎嗰啲啊，开晒片啊！点解会输啊？我哋嗰个同伴咬晒手指，咬牙切齿，有啲系因为啊，佢以为啊，自己嘅体积大啊，等于力量啊，即系正一蠢材啊！另一边厢啊，呢扎人啊，点算啊？我啊！啊！佢话呢个真正嘅面对嘅就系嗰个肥仔啊，居然嗰、那个问题系佢盗用咗我哋啲能量啊，走去变大啊，正一蠢材去对付呢个咁嘅人都要用呢个咁嘅绝招。点啊？有边个人愿意去收拾佢？
个个都喺度啊，争住领功啊，有啲啊推敷衍塞责噶啦，啊，夜叉就派夜叉去啊，佢表示嚟啦，下一集击败咗个歪神之后咧，夜叉决定啊要啊对付啲阿修罗，阿修罗啊已经啊伤痕累累啊，面对住夜叉嘅敏捷嘅攻击，阿修罗有冇机会反胜？寻找机会，用最后啊反扑之力去打赢佢咧。欲知后事如何呢？啊，请睇咧呢个下回嘅分解啦，好吧？今日咧又系时候咧，开心嘅时间咧又咁快到啦，已经咧去到啊11:20嘅啦。啊，揸刀嗰系佢师傅啊，冇错啊，系啊。个师傅啊，好似系好识仙人咁，今次啊打只肥仔咪算耐。我哋啊读埋嗰个潮文啦，好嘛？又有冇人想读咩文啊？啱啱有人话生日快乐啊，系咪今日生日？打多版唔得，你哋之前又话闷，而家又话咁样。呢、這个故事一定要慢慢睇嘅，你一睇完一集咧。点解一日唔可以打太多？我讲俾你听，你要消化咗个剧情先。谂下今日阿修罗带俾咗你啲咩启发？惊你听日打翻个 report， 星期六日消化下，打翻个 report 俾阿达叔啊，报告整个读后感，消化课文先。如果唔系咧，咁样继续落去咧，你又消化唔到，往后咧将会更深，嗰、那个故事更有趣啊！好吧。有咩劇情可言啊？好多人都觉得劇情几有趣啊！你睇落去咪知咯，深奥嘅意思嘅劇情，唔使咁快下定论住嘅，系嘛？打埋爆机，你啊先至再讲，系嘛？读个潮文先。高登咧呢、這个佛学嘅故事啊系列咧呢、這个第一集啊。有一日港女咧就落巴士跑去嗰个洗手间就洗手，之后阿 g 洗个面咧，即系又除翻个裤啊，又将条裤除落嚟，又啊又去多次厕所，又再去洗手，又再照镜啊。咁啊，跟住咧嗰个和尚就问啊，佢话你啊，你喺度做咩？点解洗嚟洗去啊？已经浪费咗半日时间。个港女就话啦，啊，我洁癖噶嘛，啊，我一啲都唔可以污糟噶，你冇发现咩？啱啱我坐个位啊，先前啊有个男人啊坐过噶，有个麻甩佬，你睇下佢用粗声粗气啊，一睇就知啊，可能系做地地盘嘅。啊，打喊路啊，又唔揞埋个嘴喎，啊，好 cheap 啊，一啲修养都冇。啊，嗰件衫咧又污糟邋遢，烂咗啲牛仔裤，穿晒窿，鞋又唔系名牌，所以佢坐嗰啲啊嗰、那个马桶啊嗰度都要抹一抹啊。啊，佢话和尚话施主，和尚啊笑一笑，冷笑道啊，你咁样叫洁癖咩？佢话你成日咧。嫌啊，天污糟，地污糟，人污糟，外表啊虽然干净，但系内心啊反而有病啊，就系唔洁净。我话最唔干净嘅就系你。港女一听完之后咧，立即啊顿悟啊，啊立即啊将自己嗰啲啊自己一跳落去嗰个马桶度冲身咧，然后咧就整一个 goodbye kiss 咧俾个和尚啊多谢佢咧，啊令佢明白到咧，佢话成日咧。点解讲啊？呢、這个就系同戒淫师讲嘅嘢一样，就系咧九色鹿咧咪讲嗰个戒淫师，又话咩啊？成日讲粗口嗰啲，口业啊渐重，话你个人咧已经系变得污糟、污垢，最污垢嚟比马桶啊更加不如啊！咁啊，所以啊呢个港女最后咧亦都跳落去马桶啊浸洗嘅，啊代表啊放弃咗啲固有嘅价值观念啊，然后咧就终于咧得到解脱啦，就劝人哋咧就唔好啊对啊人哋要求太高。啊，咁啊教训你哋啊，咁样条女唔系港女，因为佢识谂啊，啊，你打一关都有 extra 噶，你唔使成日喺度下估啊，大叔咩爆个机咩咩咩，点解要咁样讲？猜度呢个对兄弟猜度系唔啱嘅，你知唔知啊？你咁样就要，你哋又要，你哋都要听下呢啲佛学故事系列啊，了解一下。咁今日啊到此为止，我哋星期一啊，好开心啊！亦都要讲一讲先，鬼婆咧今日咧嗰个 chat room 咧，终于顺翻啲，
啊，咁我哋星期一照旧咧，我哋睇下阿修罗嘅故事究竟发展落去会点啦，好嘛？下次再见，拜，完。